就告诉你，这十几年来我过得有多好。我第一次跟人家借钱的时候是3岁，因为我妈生病，我跟弟弟3天没有吃饭。我第一次动手打人的时候是4岁，因为人家欺负我妈，骂她是贱女人，骂我是杂种。既然你当初已经选择了离开，你就不应该再出现。你搞清楚了，不论身在何地，我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全新的尤雅鱼和蓝玉里的未来。我实在是不应该离家出走逃避，只是我不够信任你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应该共同面对，一起努力。我会好好读书，陪着你共同长进，我们拥有美好的未来。对，我们不可以重复上一代的错。我们不要短暂的激情，我们要永远，永远，一生一世。尤雅鱼，我听着你说着，想到自画的。你知道我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吗？你是一个最守承诺的人。我答应过你爸爸，在天亮之前，我一定会把你送回家。到现在还留着，只要是你的东西，我一直都留着，更何况是你的眼泪。如果你的眼泪是你不快乐的东西，我不希望把你的不快乐挂在脖子上。下一次，一定要把尤雅鱼快乐的东西送给蓝鱼。一言为定哦，没有做到的是小狗。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守承诺。走吧。才有男人的味道。我不是不知道。尤雅鱼果然坚持承诺。哼，不愧是我儿子。先生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你好吗？很好。十几年来，没有你的日子，我过得非常好。你来干什么？你回来干什么？这里没有人想要见到你，你来干什么？17年前你不回来，你就不要再回来。不要告诉我你有什么原因，有什么委屈。我是你儿子，你认识我吗？除了这一点血肉之外，我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你问我好不好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这十几年来我过得有多好。我第一次跟人家借钱的时候是3岁，
因为我妈生病，我跟弟弟三天没有吃饭。我第一次动手打人的时候是4岁，因为人家欺负我妈，骂她是贱女人，骂我是杂种。我第一次打工是6岁，因为我们没有钱，我们缴不出房租，我们缴不出水电费。我第一次被妈妈打也是6岁，因为我不肯去上学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学校有一个课程叫做《我的家庭》，你一定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念给你听。我的家有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。爸爸在上班，妈妈忙家务，我们上学。爸爸爱妈妈，也很爱我们。我们很幸福，有一个很快乐的家庭。还有，该死的老师每年都出一样的作文题目。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跟他们说，我没有爸爸，我不知道爸爸长什么样子，我连爸爸都不会写。他们笑我，他们笑我说，你怎么会没有爸爸呢？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爸爸的，难不成你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因为你太坏了，坏得连你爸爸都不想理你了。我想要问你，是这样子的，我是不是真的那么坏？我坏透了是不是？我坏得连你连多看我一眼都不肯是不是？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最义无反顾的，那我想请问你，我到底算什么？啊，我到底算什么？我真的很讨人厌吗？那你为什么要生我出来？为什么你要说那么多好听的话？说什么爱我跟我妈一生一世？你为什么要说谎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的脚瘸了，用爬的，你也要给我爬回来。就算你跑到了世界的尽头，你没有钱坐船、坐车、坐飞机，用走的，你也要给我走回来。就算你人死了，你变成了鬼魂，你也要给我回来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现在是要饭，你也要要饭给我跟我妈妈。我是你的儿子，我会陪你一起要饭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你都应该告诉我们，快乐的、痛苦的，你都应该跟我们一起分享。既然你当初已经选择了离开，你就不应该再出现。你为什么要出现在我们面前？你没有权利出现在我们面前。你为什么要打扰我们的生活？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没有人需要你，没有人想你，没有人知道你是谁。你没有权利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别碰我！让我说句话，好吗？我什么都不想听。雅瑜，什么都不用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会接受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第五针，这是你欠我的。你永远都应该良心不安，你永远都应该痛苦，你活该，这是你应得的。雅瑜。